空太好吃啊，所以喊了个 Roblox 灾难模拟器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藏爱的波妈咪小西。嘿，带看，我是一只小僵尸，又名 Little Zombie， 你也可以叫我 LZ， 简称老子。老子你好，我是一只小猫咪，而且是七彩的那种。嘿，居然连尾巴也是。哎，等会儿，话说你尾巴怎么没长进去呢？是飘着的。真的没有啊，哥哥。你看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如果戳进去就可疼了。你屁股要被戳穿，你看，好像有那么点小道理啊。对呀。我们还是走吧，感觉好恶心。哥，这好像是一个新地图，你看，你用过这个？对呀，哇，这是一个卖钻石的店吗？咦，我要进去偷钻石了！赶快进去抢啊，哥哥！趁着灾难来临之际发一笔横财，哎，是什么情况？我大哥，是怎么回事？不发了，不发了，行不行？啊！哥哥，我要死了！飞碟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等会儿，我找到飞碟在哪儿啊？我看见了！好的，离他越远越好。哇，在下面，我看见他了！哎呀，可怕！小西巴，救命！我的头被卡着了！哦，我看见你了，哥哥。但是因为你很有文化，所以你的头才会被卡住的。你能不能别踩啊？越踩越进去，还踩呢？这个僵尸博士，我把你踩，把你踩出来了，哥哥。哇、哦，爽爽哒！哎，那话说这个飞碟好像他不射我了，哎，不，他就在我上面。我的天！吓得我一激灵，差那么一点儿。不，这个旁边，这个旁边。好恐怖啊！好，我也觉得好恐怖。我要到这儿来了，在我旁边。最后还剩七秒钟 ，nice！ 加油，哥哥，还有我，让我苟活一下吧，大哥，不要射到我了。你在我旁边，吓死我！飞碟炸了 ，right！ 完了，哥哥，哇，这里真的变好多。对呀，你看我们这个大玻璃罩子，嚯，都成半个的了，哇哦！还这边的球也没了，成了几个方块，还吊着的。来，我们爬上去看一看呗。好的。哎，话说能不能爬？居然有一个人已经上去了。哇，我上来了，大家看。已经爬上去了。哇哦，又是新的一关。哎，城堡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想看到哪去呢？那个城堡。那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？上次我们也是上去，然后就遇到了地震。好像也是哈。咱们这回还是别上去吧。俗话说得好，高处不胜寒，下来腿摔残。哈哈。哎。真的吗？哇、哦，怪兽！不要着急。来了。让我躲在围墙后面，他就看不见我了。哎哎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一定要躲在你的旁边。你知道我在哪吗？你就躲。散发着光彩啊，哥哥！我觉得我自己，我知道你在哪，我在你身后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劲儿的吐火球，就是吐不到我，咋样啊？火球现在变得快又圆。哇！天，它喷射了！我天，不是大哥，我只是无脑在这狂奔的小僵尸啊，造不成什么大气候啊！不要打我！呜呼呼！哎，我躲闪。小猫咪，他的视觉死角，射不着了吧？根本不知道我在这儿。射不着我们。不，射得到行不行，大哥？你最棒！太大了，哥哥。哇！什么情况？他把我给炸红了。我还在，哥哥，我已经还剩我了吧？哦，前面还有一个小女孩。为啥我被射了呢？我一个火球都没看见呢。我天！我也没看见，我只看见你被分开了。能不能让我屁股后面插一根七彩尾巴吗？这可能是招运气的，是不？我告诉哥哥，你还要一个七彩光环才行，像我这样。嘿，七彩光环在头上啊！我要上天呐！哥哥，新的一关了，又是栋楼。不知道这次是啥？我直接爬上去再说哈。以我多年的经验，哎，上去。你看。哇！我果然要爬，我就知道。这可能是地热吧？我感觉也是，所有东西都烧着了。哇！在上面真壮观。哎，底下的事都与我不相干。感觉这是与时间赛跑啊！呀，嘿，我上来了。你看我，虽然一条腿没有肉，但是跑起来还挺利索。对呀，哇，我不敢站在旁边，我好怕被人家推下去。我怎么仿佛感觉这个楼歪了呢？大哥，我什么笑呢？不，我踩在这个板上了。哎，我画着我人呢。哥哥，你抱过去了，哥哥。我头卡着了，小西吧，救命啊！踩出来，哥哥，不用。
你还踩呢啊！一踩把我踩下去了，就让我卡着行不行？好的，你就卡着吧。至少还活着。过关了，我居然摔回来了，非常棒棒耶！哇哦，又是这个日楼钢铁人传来这个，上次你起的。哦，这么风骚的一个名字吗？哦，非常的好啊、哦！来，我们上楼。我们什么时候要上去？哎，话说是什么灾难呢？哦，我要上去看一下。哎、地震呢？嘿嘿，一般地震的时候呢，要站在空旷的地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。我也觉得很空旷。那我们就站在这里吧。哇、哦，感觉好抖！不要着急，习惯就好了。我们只要跟着他抖，哎，我们就可以保持相对静止的状态，你懂吗？对呀、啊，哥哥，简直是跟上他的节奏！不，看我抖的，哇，都飞天了！我也飞一下天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跳的有点小高呢？吓死！这就说明地震的时候千万不要跳。哇，真是一个有文化的僵尸博士，怎么还戴个学生帽啊？当然了，对啊，没有脑子，就拿帽子来凑一下吧。没有脑子，爸爸要吃脑子。哇，我感觉这个楼又斜了。对对对，而且感觉要塌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没关系，对面还有个支撑的。你看，我们两楼之间是连在一起的。对哈、啊，在这里我看见了。好棒哦！哇，果然就应该站上你，又活了一局，是时候发一笔横财了，哥哥，又是这个钻石店，要不要进去？咋的，又要发这种灾后横财呀？也行啊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我要去外面看一下。我也去外面看一下。声音好，这什么玩意？啊，好大一只龙啊！我的天，我好怕。这不会是末影龙吧？虽然长得有的那么小不像。大哥，不要碰我！他下来了！哥哥来了！咋了？你在哪呢？在外面看你呢。哎，大哥，他差点把我给吃了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哎，我说小媳妇，你看得见我吗？哎，我看不见你，我在跳楼。我在这跳呢，根本没有楼了。我看见你了，哦，龙在这上面，哥哥小心！哇，还剩十秒钟。不会就我一个活着吧？啊，还有这么多人啊！啊，一点都不激动。哎，最后三秒，三二一，五、哦，过关！耶！哎，我看见什么呀？我又没有活着。哼！哇，哥哥，新地图，你见过真的美。哇、哦，仿佛是个工地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都是没有盖完的房子。嘿，我已经爬上去了。没错。那我要上，我也要上。哎，我发现了四个公厕。来，小西吧，我们一起把茅坑坐穿。哦、啊，爽爽哒！哈哈，耳目不闻天下事，我哈就在这儿蹲坑，哈哈哈。话说外面是啥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哇、哦，又是飞碟！飞碟的光了，哥哥。还是在这里面比较安全哈。我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，就看人品了，中不中？我刚刚旁边都绿了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天哪！没中没中，吓死我了。对呀、啊。我一个站在里面了。我哪都去，算了，我们还是隔壁坑呢。站在一起，哎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站一起，就只有一个坑。这个厕所到底能不能共用啊？我的天！我管他呢，反正我就站里面了。小心把你出去！哇，我要死了，感觉！哇！我们俩都死了，哥哥。他居然炸茅坑！就是他恐怖！妈，你看，茅坑全碎了！哦，又是这座城堡！哇，城墙裂了，哥哥，你看见了没？好神奇！这哪裂了？为什么裂了？你看我这。哎，等会儿。哦，天黑了，什么情况？妈，发生了什么？一阵烟风，大哥，别过来！嘿嘿，我就在这啊！哈哈，哥哥有妖气，有妖气！龙卷风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这是龙卷风！快跑，小心吧！哇，我刚刚站的那栋楼倒了。我天！瞬间吹垮！我竟然旁边还站了一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变形金刚！我说小西吧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。我看你了，这不是变形金刚，小西吧？这是战神金刚，好吧？你没见识，快跑！哥，我你回来了，快跑！哎，我这边卷过来了。哎，听说龙卷风的风眼里好像是最安全的地方哈。你不会想去吧，哥哥？我们要不要跑进去玩一下呀，小西吧？来。牵着我的小骷髅，好，牵着你的骷髅手，走吧，就往前那么一走啊，哎哎，跟他那么一撞，你不要再躲，我们还去，我天，你懂锤子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都有科学道理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还是十秒钟，争取进去，大哥，我还追不上你了，还，喂，
我不接，人家都是赌，笑了笑，是瞬间虚了，竟然没有追上他，笑死了，你看这是突然的飘起来了，妈呀，好好看哦，它是一阵魔法风暴，那北极没闹谁吧，我们下期拜拜。